我今天要做一个青蛙模仿，然后我就一边盖一边。我是第一次拍麦克，所以呢，大家应该都不认识我吧？我叫曾泽山。其实我也不用讲的，我刚刚有认真听的观众一定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没认真听的观众就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或者跳过的观众，因为我一开始就有介绍自我介绍啊。卡出外面的啦，我哟！我变空气的，我的那个嘞，你确定哦？真的是啊？你先跑了吧。你确定哦？对。你确定的哈？好。可是我现在放音乐啊，不能小声啊。我刚刚那么急。是啊，玩什么东西？来，看到吗？什么？收集很快。
不能。哼哼，你会看？什么声？一级。两子呀，一子，好恐怖哦，对不对？再加一颗的复活金苹果，那么浪费了吧？其实睡觉的时候很重要，毕竟，哎呦！这个音乐是伴奏啊，其实我是一个人的粉丝，你们猜是谁？对，没有人猜得到，就阿斯。阿斯超好看，很好笑。他是一个实况主，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实况主啊。
我们测试看看，这样跳下去会不会怎样？跳不会，不会全部拿来失败了，没有。然后我们看看跳进的一个会不会吃掉，会不会吸掉所有的所有的建筑。我们这边开始跳，诶，你会发现六层的它是上来奇怪，对不对？嗯，如果